我们的记者冒险挺进灾区，为您掌握灾情画面。继续来看到台视记者严乔伟、吴家明在南投澳万大采访的时候，曾经因为土石崩落差点就被击中了，还一度受困在山区里头。而脱困之后，他们又继续坚守岗位，挺进庐山温泉区。而现在庐山温泉区的大水是灌进了三间旅馆里头，地基掏空岌岌可危，而这个饭店可以说是完全泡汤了。